哇，屏东大学守得真好，伊雷斯上了吗？哇，犯规！哇，给了一个国权犯规了，裁判还给了一个 U 啊。对，哇，这个现在整个战局似乎要改变喽。啊，伊雷斯整个是被拉了下来，哇，现在还躺在地上。这个球是做的比较大的一个动作啊，其实这是比较不需要的。是，这个是会造成的这个球员有受伤这样一个情况，是，真的是不允许有这样的动作。